永春拳是一个没什么包袱的拳法。他只是教我们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去解决对方，这个才是咏春拳真正的想法。咏春拳的直拳是很重要的，是因为它是唯一的攻击系统。我们玩咏春拳最简单就是要练到我们的直拳是要有杀伤力，是要有这个渗透力，绝对不是说打到对方的身体就是叫只是打了表面，我们的拳是希望是打穿个靶的后面，要有一个威胁性，就是一发就打穿后面。我们希望可以教到大家打到一个有杀伤力的直拳。